玩具朋友们。大家好，凯莉和玩具朋友们，我是凯莉。今天跟凯莉一起，咋咋制作棉花糖吧。那么现在我们开始玩吧。去买棉花糖吧，没有一个人来买吗？肚子好饿呀，我必须得挣钱呢，没有一个人要买棉花糖呢。普鲁尼呀，不能被普鲁尼发现哟，应该躲起来呢。凯莉呀，你躲起来，我正好看到呢。太漂亮了，怕别人看到了怎么了又？凯莉，听说你以前开的意大利面店破产了，所以又来卖棉花糖了呀。哦，不可以吗？但是并不是所谓的破产了，是我觉得材料费太贵，所以自己抛弃了而已。你总是那一套，那么这次又要卖什么了呀？棉花糖，棉花糖啊，凯莉非常非常拿手的哦。哈哈哈，是吗？作为你的朋友，我就买一个吧。别说谎了，你不是常常不给钱的吗？不是呀，是因为你做的太难吃了，所以不给钱的。棉花糖呢，没有什么好吃不好吃的，就是放入白砂糖后咕噜咕噜的转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你给钱吗？好的，那么就做一个给我尝尝吧。知道了。首先，放入白糖，对了，普鲁迪，小的呢是50元，大的是150元，你要吃哪一种呢？是150元的吧？啊，知道了，做150元的吧。知道了，稍微等一下吧。普鲁迪，看看吧，我做的很好吧？呜，圆圆的，圆圆的，月亮的脸。凯莉，你不会做现在很流行的花朵样子的棉花糖吗？哦，不会，不会，我只会做圆圆的糖。是啊，圆圆的，圆圆的，月亮的脸，看你啊。好，我做的很好吧？凯莉很厉害哦。呀，想挣钱的，这点应该会啊。对呀，你说的完全正确无误。是的，想挣钱的话，这点是应该会的。圆圆的，圆圆的，月亮的脸，扁扁的。凯莉，不过你做的好像要花很长的时间呢。呀，想吃好吃的话，这点等待是应该能忍受的。看，我正努力的为你做呢，圆不溜秋的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你看，圆不溜秋的呀。看到了吧？是不是很棒呀？就是这样。圆不溜秋，我会给你做特别特别大的棉花糖的，普罗利，你是我的好朋友嘛。哇，棒极了，真的好大哟。亚普罗利，给你做了这么大棉花糖，应该再多收点钱呀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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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咋咋，哦，完成，怎么样，普罗利，我是不是非常厉害？凯莉，我对大小尺寸不是很满意，但是你还是达到一定水平的。来，普罗利，那么现在钱在哪里呀？不是，凯莉，先尝尝味道，我尝尝看啦。好像不是很好吃耶。不会吧，说什么呀，棉花糖没有什么好吃不好吃这样的说法的。那我也吃吃看，如果好吃的话，你必须再多给我点钱，知道了吗？好吃啊，真好吃。哦，波罗蒂，这挺好吃的呀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凯莉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把它全吃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没有吃啊，凯莉只是吃了一小口而已啊！别骗我啦，这是什么呀？一半了都没有了呢。不是的，你看吧，我只是吃了一小口。真的好好吃啊，布罗利，我做的这个真的很好吃哦。凯莉，我不能给你钱，你是故意的，
把我的全吃了，不吃了，我走了呀！哼，走吧，棉花糖就归我凯莉吃喽。切，我知道棉花糖的用法。圣诞老人，哈哈哈哈！小朋友们，你们想得到什么礼物呢？棉花糖哟。没有了，凯莉，我全吃掉了哟。再见。